我身上放大把大刷子，我选彩带超人。哇，很强哎！对呀，真的是太强了。被打扁了，又被打扁了，看起来好新鲜，打败了，对，是啊，换你自己被打败了。嗯，还是龙的彩蛋，情味和新鲜的心态，要就变成这样，为什么要变成这样？摆的画画摊子，每天都让他忙得不得了呢。黑色螺旋彩蛋，滚！滚！滚！打死的！滚！他的妈妈会不会伤心啊？啊？是黑色流血彩蛋，因为他们是坏人，他们是坏人，他们是好人。可是你这个好人很凶哎，对啊。为什么好人这么凶？不是坏人。你是坏人哦。完，你看，妈妈又睡着了。你会这样子吗？哦哦。